继续丢磨，继续辛苦，继续劳苦，继续努力。没有努力，何来的价值？哈，中华台北，这个都是中华民国一直把我们压榨的一个他们认为最好的名称。那当然我们知道中华台北实际上是 Chinese Taipei， 是中国台北，所以中华民国很喜欢玩文字游戏，特别是中国人。有一次我跟我的师母我的太太，因为他们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啊，你怎么相信这一句话？不是了，这不是真正的了，这是一个比喻了。我说我们高沙族没有这样的了，狗就是狗，人就是人，没有说比喻到这种地步，而且是动物都是被我们高沙族吃掉的，对不对？山猪的，山猪也会有硕士学位，有博士学位呢。有一次山猪，以前二三十年钓山猪很容易，但是现在要去钓山猪有够困难，现在有扑鼠好威啊。他会把那个陷阱呢把它挖一挖，然后就把那个陷阱钓开，结果钓出来也没有钓到他，他自己一定很高兴，嘿嘿嘿，也没有被抓，结果把我们的贵族笋吃的一起，整个贵族笋都吃掉。我们桃竹苗是最台湾最好的，不好意思了哈，因为我是苗栗的，桃竹苗的贵族笋非常好吃，当然全台湾都很好吃，但是我知道桃竹苗的竹子也是外销到日本，日本很喜欢做竹箭，因为台湾的碰到风雨交加的时候，竹子都是弯来弯去，但是不会断，它韧性很强。所以我们今天台湾人嘛是韧性很强，啊，你好不？别人批评你，别人讥笑你，嘛不要紧，那个是因道的代志。我们自己要做坚强的法理的理念。所以在整个飞鼠啦，哎，我们猴子也有吃呢。当然，这个是对环保来讲，好像有一点意见哈。不过，对我们高沙族，因为这是我们，不过现在年轻人都不敢吃了，因为好像说，哎，看到这些动物应该要保护它。问题是他亲自下来，警察抓到一个高沙族青年说：“哇，你打三枪啊？”高沙族说：“我就打一枪。”没有，你打三枪啊！高沙族青年说：“一枪而已就毙命了。”哦，原来三枪是那个三枪，不是一二三的啊，刷电影啊。我在三十多年前当兵的时候，我在善化，善化新营那边都是我们以前种的高沙族种的，哦，很会吃，吃馒头吃稀饭，我真的比不上当时的高沙族青年。高沙族青年呢，他们吃稀饭呢，因为要比赛嘛，早餐也要比赛啊，咕噜咕噜咕噜，三口四口就吃掉，很烫的那个稀饭。他用他旁边咕噜咕噜咕噜，这高沙族真的厉害。打靶的时候，哇，比平地的阿兵哥更准，抬那个树木也是。很壮，所以很会吃东西。我们吃完面馒头，再向隔壁的平地连再要馒头，一样吃光。问那个
连长说够不？还有吗？我们再要隔壁两个连的平地连，够鹦鹉村，来放到我们高沙族去呢？马西赶快，咕咕咕咕咕咕咕，吃光。啊，当然了，很会吃啊，但是体能很壮的，这个没有话讲。我这个不算了，这个我这个是 LKK 了。但是我替他们作弊，因为那时候当神学院嘛，那排长跟我讲说，那时候我的名字叫李福全哈，李福全，快下雨了。你祷告你的上帝才不会下雨嘛，你信基督教我信水饺，所以我很胖。这样结果说怎么办，因为我这个是1951年出生的啊，1951年现在64岁了，我那一年的整个从桃竹苗的高沙族青年呢，我到大湖苗栗大湖初中太湖总屋读书的时候，那是客家人，客家又欺，很像欺负我。那欺负的时候，我说我杀你的时候，哇，吓一跳，哇，上帝人要出草了。对吧？客家人老爱讲，清电脑啊，闪听人清电脑。马开电脑，我哦，那时候也是跟他们怄气。那在阿兵哥的时候，很多高沙族真的没有受过教育，因为在一年级到六年级要进到都市读书不方便，走路一天半天很平常，所以我们走路半天一天是一个礼拜才回家一次，所以读书的机会不多，所以很多高沙族的没读书啊，没机会，没有机会啊。然后连长告诉我说：“李武轩，你想办法让这个山地人也能够考及格，因为都是五分、八分、零分呢。”我就想，哎，我这个神学院同学、神学院学生也会作弊，好了。没话讲，这是上级交代。还好只有是非题和选择题，只要第一题是对的话，圆圈的话，我就要加 D。 第一题嘛哈，第一题噔噔噔噔噔，那一定是圆圈嘛，我加 D 嘛。二噔噔噔噔噔，没有加 D 当然是打叉嘛。只要第五题的话对的话，第五他们就打圆圈。那选择题呢，我也替他们作弊，一等等等，二等等等，第三等等等，四等等，多少？第三嘛，我加D嘛。后那个连长说：“李武全啊，你那么厉害啊？”是没有了。结果那时候也是八九十分，但是我 跟他们说不要考一百分哦，不然的话不好意思。所以那时候本来是这样继续，不对啊。他跟我讲说，连长也跟我讲，他推荐我去美国，因为我是飞弹基地的这边的神箭部队，我以前在那边当兵，去美国，因为那时候有一点英文，有一点兴趣。我说不行，我以后当牧师啊，我不会去美国啊。所以今天我们回头看我们这样的过去的历史，所以那么多的原住民打个沙锅勾刷做少年人到都市，也是会晓迷路嘛，很会迷路嘛，连自己平地人也会迷路啊。对不对？连那个什么 GSP 还有什么导航记录，到山上没有皮条呢。他们一直都说哦，导航哦，到苗栗县滩乡一看，哎，跑到悬崖峭壁了。这个这
这个的行车记录，或者是这个有时候不对劲啊，那有时候跑到要找这个地方，有的人找不到。我所以一样的跟教会的弟兄姐妹讲说，当你们看到高沙族的年轻人迷路的时候，请你们用爱心包容帮助他们。今天也是一样，我在这里也是呼吁大家，你们也可能有公司里面有不少的塔卡沙国高沙族的青年，假如他们一些不清楚也包容，因为没有话讲，我们的环境读书的机会比你们慢，不是不聪明哦，很多高沙族也是很聪明的，结果你们帮助包容他们，能够让他们也进到台湾民政府，同样赶快啊，被刷的人很多，被刷的人很多，被对平地人啊，对不对？被刷也是有买路吧，有没有迷路过？有啊，迷路到什么程度，行来下去掉下去死去也是有啊。我在司马库斯教会的时候，在10年前新竹县的司马库斯，现在是共同经营，有一个平地年轻人，他心情家庭已经快到破灭的，就他要来到山上去挫溃，做一些心情和谐，然后到泰雅族的部落去那边住几天。他回来以后，假如去过那个司马库斯下来，不是悬崖峭壁，然后很陡嘛，就碰到那个中巴，碰到中巴的时候，他好心说让中巴能够靠壁，不要靠悬崖峭壁，他自己靠那个悬崖峭壁，他一挖谷，咣都就下去了，下去就是命就没有了，然后那个救难队来救。结果还是救不到啊，还是要靠泰尔族的司马库斯年轻人下去帮忙抬尸体。不只是这个地方，很多地方都是被刷人，很多都是要靠高沙族啊。所以互相包容，安尼好不？嘛是同款。可能你们过去对塔卡沙国的观念未好，不一定恁的子孙可能会碰到高沙族，说不定啊，还是恁的新妇有亲戚无？有无？安尼真好，嗯。虽然我的喉咙不是讲得很好，但是我嘛是尽量啊。有一天啊，恁嘛到山顶底下做官的时候，恁嘛至少爱学因的维护呢。这样我们才录取你们呢，安尼好不？你要到阿密斯，你一定要讲阿密斯的话，不然的话门都没有。那今天中华民国全部都霸占，都是当然不是说平地不好。你看乡公所拢是北堆，没有多少高沙族，把高沙族边缘化。台湾民政府不是安尼。台湾民政府就整个都起来，无论是平地也好，高沙族也好，这个都是从我们的观念开始来进入到我们执政的时候，这个都是我们要预备心的。今天这个是中华台北，中华台北都是用体育或者职棒啦，或者是他们都把中华民国的国旗，好像是国旗，是实际上中华民国的党旗，把它当作说啊，这个是我们中华队，中华队加油，中华队加油，那是中国啊，都是中国的。把它动一下台声。所以今天
中华民国跟中国实际上跟我们台湾无关。2004年，鲍威尔当美国国务卿的时候讲得很清楚，台湾不是属于中华民国的领土，也不属于中国，所以台湾只不过是被占领。一个中国政策，那是美国官方的文件，有看过这个片子吗？哈，这个影片呢，一个中国的政策。假若没有看过的，我们的童星，我们的高级班的，一定要看一个中国的政策。那一个中国政策很简单，只有一个中国。我们民政府也是承认一个中国，台湾不属于中国，也不属于中华民国。台湾是台湾，但是我们是被占领。我们的《旧金山和平条约》23条。讲得很清楚，台湾是中华民国，对不起，美国的主要占领全国，所以真正的占领者、征服者就是美国，只不过委托中华民国讲习惯例了。美国委托中华民国，这个不是国家，不是。国际承认的政府是治理当局，台湾治理当局哪点？是委托因来暂时管理台湾，暂时管理台湾战争法，我们秘书长讲得很清楚，征服者不得移转主权，对不？占领者不得移转主权。流亡政府什么？不得就地合法。今仔日的中华民国，今仔日的流亡，这个诈骗集团，台湾治理当局是没有办法成为他自己。台湾不是他的领土，一个中国的政策讲得一清二楚，而且没有光复节。这个一个中国政策呢？美国官方的文件很清楚，台湾不属于中华民国，也不属于中国的。中华民国不是一个国家，台湾没有享有主权独立的一个国家，所以鲍威尔都讲得一清二楚。在2008年8月，国务院美国国务院回复联合国的这一封信，说台湾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也没有，也不是独立的国家，没有享有作为一个主权的国家，没有资格，是因为已经日本天皇的所有权，只不过是委托而已。2002年，2000年到2002年，我曾经当过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重要干部，我主持了100多次的会议。因为有一批的董事，这个董事呢，我们长老教会总会是委托董事来管理医院的财产。彰化基督教医院嘛是长老教会的病院，台北的马街。病院拢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总会财产，台东嘛是有马街病院，台北淡水嘛是有马街，新竹有马街病院，个麻豆有新老的病院，台南有新老病院，这拢是长老教会财产，遐尼济病院有。董事会，这个董事会是收到总会，长老教会总会的委托，做董事，不是董事的财产。然后这个张基呢，曾经控告我们总会，长老教会的总会，我代表总会被高等法院
在台中分院的，被法官大人询问，他就问我说：“长老教会，我们知道你已经有你们的版本已经送到卫生署，我们也知道董事是受委托，那他们控告您，控告你们总会，假如他赢的时候，长荣大学、彰化基督教医院就变成几个董事的财产了。我们当然不愿意这样，因为这个总会所有的财产都是美国宣告书，还是加拿大宣告书，英国，他们都是这样募款乐捐，帮助让台湾人。就看嘛，1972年，对不起，1865年马雅各到台南，1872年。马街马街到台北淡水，甚至在那边娶平埔族的小姐，牺牲奉献生命，帮咱咱的台湾人，不是只有帮助教会的人哦，帮咱咱的台湾人，然后有那么多的财产，这个都是受委托，暂时收到董事的管理。今仔日中华民国的董事会。而是恁家己公司的董事会是恁家己的财产，是你们自己的财产。有财产，你的股东多了，你就有机会当理事、监事，甚至当董事长，是不是安尼？但是教会不是哦。像花莲的美伦，花莲的医院也是一样，这个都是受。他们的总会大会委托，所以今天最后我们就胜过几个董事想要成为他们自己的财产的时候，还好这个流亡政府中华民国就说：“哎，长老教会总会，这就是你们的财产。”所以这里便宜的财产是长老教会总会的财产。不是个人当事的财产，跟中华民国还是家己公司的那个董事会不同。这个长老教会的董事是暂时管理财产那点，不是有那个所有权。今仔日中华民国也是同款，今仔日中华民国收到美国暂时给因管理台湾。所以中华民国，台湾不是中华民国的财产。所以今天我们很清楚，用法，这个都是很清楚，不是中华民国，也不是中国的领土。所以今天我们清楚我们的法理，把台湾回到真正的国际地位，就是要回到日属美战，所以美国委托中华民国是暂时的。那最后这个台湾治理 当局呢，有一天还是会回到他们自己的 土地呢，金门马祖，然后再增加一个平潭岛。有听到不？平潭岛有比台北市多大了1.2倍。所以这个都是美国跟中国早就已经谈好，而且中华民国也已经知道他们的财产，所以有很多的高沙族阿密斯在金门盖了很大的建筑物。我说：“咦，奇怪，这个建筑物。”有的人说金门的人说这是旅馆的，这是旅馆，很多会很多客人来到金门，因为。早就三通了嘛，实际上就是他们自己中国人。但是中华民国好迄个让台湾的钱，放伫金门马祖平潭岛，所以盖了非常漂亮的建筑物。这些都是，所以阿美族有将近700个人在那边盖建筑物，因为阿美斯都很厉害了，这个阿美斯潘查赖很会建筑。所以他们一看到我们，因为有几个童星也受过
我们高级班也受过我们民政府。我们这样谈的时候说啊，原来金门马祖都已经做得非常漂亮。原来是这个建筑物是上班的建筑物，那甚至中华民国官员会进到那边。其实至少，据说至少100多万的台湾人民早就已经迁移，因为金门马祖一个月10000块的奖励金啊，你只要你的籍转到金门马祖就各位几万块、哦、已经有这样的例子。有一个不弄、啊、也已经籍已经转到马祖那边了。哇，你真的，我说你真的很厉害嘛，以后将来你不要哭哦。那他不知道，因为跟他谈民政府的时候，不会吧，中华民国不会倒吧，应该是我已经讲清楚了，你不相信鳌拜、那你自己要负责任了。所以这些都已经讲得一清二楚，也告诉他们。所以今天我们看看，连国际他们也知道这样的事情。好，在南京建都，所以在一般的都是用中华，实际上是中国，这些都是代号了哈。希望我们民政府执政的时候，这些代号都拢无去，安尼好不？应该是真正本土 ，the people of Taiwan。那当然，我们还是需要做一个，我、哦、这个谁啊？看那个中华民国在69年当中呢，我们看看他们每一年的预算至少2兆。哎，我本来不知道中华民国还有各乡公所、县政府所预算的，这个是明的呢。我本来不知道什么明的，还有暗的呢。只要你们当中有民意代表，你们一清二楚了哈。好，他用这样把我们所有财产、领土权都当作他们自己的，连民主也是啊，这是我们的，都是中华民主，用中华民主来概括所有台湾人。啊、这个公公台湾人嘛是同款哦，对，咱是中华民国，嗯、啊，所以今天有中华卡了啊，所以你们的朋友要小心哈，一定要告诉他们。只要喜欢去中国的话，还是台胞证，不要换中华卡。那中华卡就变成他们，我们台湾人呢，只要办这个中华卡，好像是旅行证件一样，就永久、长久就一直进进出出了。只要被我们发现的话，这个就进入到我们民政府，这个蛮困难的哈。所以一定要跟你们的亲朋好友。喜欢到中国的，特别台商的、哦、当然他们自己一定不承认拿中华卡，可能有的已经拿了不少了。所以我们高沙族这个平潭岛庆祝的时候，哦，阿米斯也在那边跳舞呢，阿米斯很会跳呢。盘查来，还有盘查来，哦，都唱得好，然后跳得好，哦，各族群都有。哦，这个是当时的，现在用出入境哈，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哦，这是第二，你看那个马英九第一次讲，等于说连任的时候，有没有看过这个党旗变成蓝色跟红色而已呢？他们也要说我们也是平民政府了，因为他们也知道战争法也要做平民政府。秘书长说今天平民政府到至少有8个、9个以上的组织，所以他们要争取这个民政府的组织，要向美国争取。那当然按照法里面的话，
真的控告美国的是我们台湾民政府秘书长林志深等228个人，控告而且是已经放弃抗辩权，美国国务院的放弃抗辩权以后就很清楚，我们是美国会跟我们常常接洽，所以执政的时候有那么多的平民政府，他不可能全部都会给那么多的平民政府组织啊，所以执政以后治理当局代表的时候，我们民政府就是有这个预备心。所以美国说这一次Scott 美国的前司法部前的最高检察署副总署长 Scott 他也来到台湾，他讲得很清楚，你们控告的人权还有真正的路线是走战争法，是正确的路线，正确的路线你们再加把劲，因为我们人数还不够，我们训练的人数还不够，身份证的人数也还不够，不过身份证是比较快，因为只要经过将要执政之前的媒体甚至执政当时新闻媒体一播的时候，台湾人都是靠西瓜嘛，不是冬瓜北瓜，哪一个多的话就都往那边，所以这个身份证应该是不是很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训练。所以今天我们参加高级班，就是你要有预备心，不是说你参加我去认识民政府好了，我看看认识多少这才考虑了，不是呢，我们今天参加高级班就是要参与呢，是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呢。所以我们要从特别是年轻人用你们的 FB 哦，不是 FBI 哦，FB 尽量你们的脸书呢去整把你们的朋友去广阔去介绍你们所知道的台湾民政府的法理 路线国际法战争法。那战争法的很简单，就是因为海牙公约第四，你们把在征服的那一块被占领的人土地都不能破坏，而且甚至应该是要给他们成长到成熟度以后成为政府。那今天美国已经讲得清楚，中华民国已经没有美国官方文件了，至于用台湾，那这个台湾呢就是要预备我们台湾民政府替代中华民国的台湾，安尼好，这个是官方的呢，不是感情呢，不是感情呢，不要像我们高沙族说，哇，这一座山都是我们高山族的，都是高沙族的，这是我祖先留下来的。你去开垦看看，不是 你的地，也不是你的名字，一样。这个都是违背法的，都是违法的。那今天太多的中华民国违法，你看你做了30年没有人登记，你做了20年没有人登记变成你的土地了，有没有？有没有？咱台湾人也是这样啊，20年、15年、20年、25年还是30年没登记了，后用你自己去登记就是你的。他用这样的一般的法一般的条例让我们习惯，习惯到什么程度？中华民国一样来到台湾69年了，就变成中华民国的土地，应该讲。结果还好，联合国已经戳破了这样的真实面，我们台湾民政府也戳破了诈骗集团中华民国这样的真正的事实，我们才有今天。所以我们参加了高级班，我们还要继续再继续，这样好不好？你已经好，你已经讲说好啊，是真的好啊，真的好啊，是真正的好呢。所以刚刚所讲的只不过是一个
托管啊，今天这个托管就是中华民国受主要占领全国美国来托管这个台湾治理当局，就是现在的中华民国。所以中华民国有一天也是要昭告登告金门妈祖，所以现在就是等着我们的人数训练，所以不忘让大家也是同样，希望用自己的努力呢，再去找你的朋友，或是你找你的家己的亲戚来帮咱咱的台湾。我们问一个问题哈，2009年4月，冈比亚总统来到台湾哦。那马英九就用中华民国的军礼欢迎，哦，这是当时的冈尼哦，控告你冈尼11月14日，突然这个冈比亚跟台湾宣布断交，奇怪，用军礼欢迎4月哦，到11月。7个月，将近7个月的时间就断交了。哇，那现实哦，有现实不？非常现实啊，因为中国早就背面买通冈比亚，比中华民国的钱还要更多。假如考你们说，与台湾断交，这个对不对？对，那你们高级班及格了哦。是与中华民国断交，让毕淑定说什么时候跟台湾有建立关系？台湾不是国家啊，是安那有甲客冈比亚来做建立关系无啊？海地，你看这些都是4点几，不少的钱哈。好，我看看，在因为时间的关系哈，现在中华民国的骗局霸权强夺，都是从1945年一直到现在，1949年6月15日。一颗换4万，这个不要忘记哈。1946年1月12日，是中华民国把我们原来日本国籍的全部转到中华民国国籍。假如说台湾国籍对不对？不对哈，好。这个都是过去的事。那今天我们看看这一件事情，民进党还没成立的是用东华运动，1986年的时候，他们在成立这个反对党，台生帮我那个面，好，我们来看看，来思考一下，这是什么饭店？圆山饭店。好，这个是民主进步党，他们以为是真的是进步吗？我不晓得哈。好，在这个1999年5月9日第二次全国党员大会，他们就成立说主权独立的国家，实际上都是 the people own Taiwan。 刚刚讲说一个逃亡的人是怎样可以决定跟我们本土台湾人来决定台湾的将来。我们回到这个燕山饭店，以前党外跟国民党是最死对底，是不是？那死对底的这个
圆山饭店谁的财产？名义上蒋宋美龄，实际上也是 也可能是他的财产不少。国民党甲民进党反对，是安那民进党伫燕山饭店成立大会，有什么蹊跷没有？假如我跟你反对，然后我竟然能够在你的家里开会，安尼有合理不？无合理啊！所以可见有鬼哦，来得有鬼哦。有没有想过？可能你们也听过了哈。秘书长讲得很清楚，民进党在圆山饭店成立。而且这个圆山饭店是国民党的，美国已经告诉蒋经国，你要让民主，你的台，这个中华民国所谓的本土台湾人能够有民主的形象的话，你不能一党专政，你要开放，党禁要开放，所以就成立了这个党外人士民进党。那但是蒋经国特别跟洪其昌他们主流的新潮流的这个主流派的人说，你们可以成立，但是唯一的条件不能改中华民国的国号。有没有听过？唯一的就不能改国号，其他任何什做什么都可以，但唯一干那一条，袂当改中华民国的国名。他们认为的国民哦，不是我们认为的国家，不是哦，是他们认为的国民。安尼无怪阿扁伫选举的时嘛是同款啊。中华民国，嘿，我们几个牧师啊，教会嘛是有支持呢，长老教会嘛是支持阿扁选。第二任的总统呢？哦，连我们这个高沙族的牧师也在那边跳舞，在那边跳舞，哇，安尼好不？安尼选党总统打动算，安尼好不？好啊，哇，痛噶，我真感动，很感动呢。少年人，我们那时候很感动呢，哇。安尼算，咱家己台湾人阿扁做总统，安尼好无？好啊！哇，爽噶！结果有几个台湾人说：“阿扁，你不是说第二任连任了？你不是要改中华民国改做中华诶台湾共和国，还是台湾？然后。”中华民国的宪法也改为台湾的宪法制宪。这个阿扁怎么讲？我袂当做就是袂当做。我的台语敢那一句较标准啊！我讲那么多，今天快两个小时，我大概认为只有讲这一句话是比较标准、比较接近。我袂当做就是袂当做，哇，很像的吼。是怎样袂当做？除了美国反对以外，中华民国宪法就任因的总统，迄个法律宪法规定，你看陈水扁说：“阿扁讲，我是中华民国第几任的总统，在边就任。”就是发誓这个就职典礼的誓词。第二，爱尊探中华民国的宪法，要效忠中华民国宪法，然后用中华民国宪法帮助中华民国国民。有讲台湾人不？无啊。这几条违背誓约者。有一条，几条你知无？
一百零四条，他们中华民国的宪法一百零四条来对有讲，违背誓约者，死路一条啦。一百零四条就死路一条了。当然阿比讲，我袂当者就是袂当者啊。当然啊，是不是？当然了、啊，他怎么违背自己自杀？不是日本精神切腹自杀，不是安尼啦。啊，袂当者就是袂当者，别人嘛是袂当者，这是阿伯讲啊。所以就违背誓约，就是104条在等他，所以当然他就不没有办法改啊。有改了，他改到监狱了，好可怜的。所以这些都是 有原因，没有到我们这个台湾民政府、哦、我们就不知道内幕。以前有没有听过？就是安尼啊，来到民政府就是安尼，遐尼好气的人。所以你们真的是祝福的人，但是也要祝福别人。我们看看这个。哇，双顾嘛是安尼啊！哇，台湾独立，以为是真正可以独立、啊。这个不晓得谁造的，我 copy 哈，这个是违法著作权。你们台湾人记得赶快去缴税，没有？不是马英九讲的啦，是别人给他形容了。嗯，赶快去缴税，因为我要缴税给美国。当然，马英九讲得很清楚啊，我没有绿卡、啊。结果民进党了，哇，有 green card， 有绿卡，大家都说有绿卡。马英九很诚实讲，我无绿卡，是谁那无绿卡？丢。你本身就是美国人，那还有绿卡？不必了，已经换掉成为公民了，当然就没有绿卡。所以他就按照美国的法律，秘书长说，他进出台湾，他怎么走？你们知道吗？马英九怎么进出台湾？因为台湾是美国的占领地，所以台湾坐飞机然后到加拿大换加拿大的 坐另外的车然后到美国，所以没有影响他到第三国、啊、了解不？所以进出还是在美国国内啊。哎，他自己玩法嘛，对啊，所以，哎，本来是美国、啊，所以这个就是玩法，知法犯法，真正的诈骗集团了，安尼啦，讲一句就是诈骗集团的大王者。好，这些都是过去。高铁花了3900多亿盖6个101的，但是最后很多要还要追加预算呢。过去的一些的，你看看这几个有没有被判刑？这都是他们法官的。你看，今天我们老人年金。老人年金6000多，7000多，那我们高沙族55岁就有了这个老人年金。我们6000多，但是中国的难民军呢，一个月17000到19000，一个月哦，那我们才几千块，
所以秘书长说，我们执政的时候麻烦倒过来。好，这个都是，你看，这个都是这样的身份，因为他们本身自己，所以今天我们做了，今天的，哎，这个是我们现在的地位哈，这个大家都看过了。哦，我们的秘书长五岁吧，引导哈，他真的是，聪明过人哈，来带领我们台湾，所以我们要继续继续。好，最后就，这个都是证据，大家都看过了哈。哦，所以我们也到日本的时候，你看我们高沙组也在跳舞，高兴的。啊，哦，这个小心了，啊，你隔壁就是间谍啊，就是专门吞吃你的人，要修心嘛。所以今天我们都是用这样的生命教育来帮助，这个都是历史骗人的，什么有唐三公、唐三骂都没有，都是我们有没有看到这个？民国25年8月竣工，有没有看到这个是？贴的，民国20年这个贴的呢？这个民国25年，中华民国还已经进来了吗？还没有，你看，对呀，好，这些都是，但愿希望我们将来呢，这个都是他们整个的诈骗我们的土地，哦，还有南投的。好，我用一句，哦，这个还我土地，高沙族也是到最后还是没有争到土地的权利。好，希望将来呢，我们还是保持我们美丽的台湾，安尼好不好？上帝帮咱顶，多谢。